这个地方是位于在深山当中的一间卢虾。这个地方它当初废弃的时候其实也是挺突然的。这边有什么故事？哥姐，它后面是一大片的毛阿波啊。毛阿波你知道吗？听说这边有一对情侣之前来这边投宿啊，不就是住宿啊。哦，住宿不是投宿。好，那也是一样，这一对情侣在这间其中一间房间呢发生争执之后呢，这个男生就一气之下就离开，就是离开这个旅馆。那女的很着急嘛，就跟着出去，结果一不小心失足从二楼掉到一楼，直接头直接着地，砰砰砰，脑浆四射，倒回。可姐，你有吃过豆花吗？没错，这里之前发生过类似事情的案件。好，那是不是这间旅馆会不会是因为这件事而倒闭的？小姐不知道，但是哥姐，这个地方算是半度假店，小姐从来没等来过。在身上的旅馆后面又是坟墓山，请你以为又会遇到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呢？学姐，我操！其实他在深山当中的，你看，这里都是花花草草啊。他这个好像他的阳台是镂空的，在深山当中做这种镂空的阳台，他是不怕蚊啊吗？一堆蚊啊啦，别太空空，嘎嘎嘎，难怪这边直接没有嘛，对不对？老弟在这里啊，拍谁哦？有鬼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是讲。山这边后面都全部都是坟墓，那山上嘛，山上的寺庙钟声响啊响叮当，有人吗？哇，一路眼帘的就是他们家灶咖啊，那我就不说，你看飞机超久的。这间废弃一段时间了。哇！靠呀！哦，干我的声音，傻笑。不好意思，太快了，我才刚开播呢。拍谁？我独家开播呢，你太快了，慢一点，半小时以后再来好不好？哎呦，看有人在敲，傻小，他从哪边飞出来的？他从哪边飞出来的？刚刚有看到的隔机，他从哪边飞出来的？哎，他直接酒瓶直接飞出来嘞！这有东西是不是？我干你老母的！我操你妈！洗白的！搞错的这么小。老板，今天我想要谢谢你的照顾。哥姐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员工？为什么我都没有？有没有这种员工给他们应征？不是我说，艾波，我说，这边是以前他们的厨房啊，他后面全部都是坟墓啊。那之前这边有发生过一起命差啦，差案啦。哦，那刚刚那酒瓶直接不知道从哪边横通，哎，它直接从天上掉下来的呢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是不是给我一点暗示，叫我离开这个地方，叫我不要拍？哥姐，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发生？
会不会他叫我不要在那边拍，叫我离开？离开，离开，你的脚掌给我冲，会不会？你看他这边飞机超久的，你看，全部都是长满这些杂草。另外，恁红色悄悄的毛啊，不是我就讲，你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鞋子？我看一下。New Balance， 操你妈呀！男生穿什么 New Balance？ 穿 Nike 啊，穿 New Balance， 穿 New Balance 就是对我的不敬。在这有人不？有人在这块所在穿 New Balance 不？拍谁哦？我来 check in。请问柜台小姐有没有在？我来 check in， 晚上让我下面很硬，有人吗？啊，这不能拍，我怕拍到名字啊！这应该是他们当初的柜台，我看一下，这可以看吗？早餐券，操！回答就是你们家早餐难吃，所以这边倒掉了，有没有这个可能？对了，领导请假早顿就派起来耶，没塞的。哦，以前小区都可以拍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不太能拍，都会照到名字啊。他既然照到名字，就不太能拍这一间，超领带，你超级。有了吗？哇，哥哥，你看一下，他这边真的是没有去蜜蜡除毛一下不行嘞，对不对？真的没有蜜蜡除毛不行嘞，有人在吗？我靠！喂，看他窗帘怎么怪怪的、啊？有了吗？喂，我操，傻小啊！敢说我眼干吗？而且有人在拎那个窗帘啊，有人在拎那个窗帘啊，我就跟你讲，这边坟墓很多，不要开玩笑。有人在拎那个窗帘啊，有阴阳眼的哥，前面看到有人在那边那个椅子，有人站着。是风吗？可惜是风吗？臭回答，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哦，我给你扫虾，你不要动不动就出现让我吓到，我喉咙不舒服，拍谁？我前几天有去挂急诊，医生说我烧起来了，他说哪里烧？我烧起来了。有人吗？不要闹了啦，靠药。你这锁子嘞！我操！我靠药，这锁子嘞！多久？我才开播没多久，从那，他开是不是这样子？
哎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啊、哦，我来示范一下，你该怎么把窗帘拎起来。大概是这样子。他是这样玩。走开，快！挡路了，脚不听，走开。可是他开始把窗帘这样拎起来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刚刚看到有个手指掐着他的痕迹，你们可以去看回播。你们刚刚有看到那手指掐着的痕迹，有看到那个吉大药？哪来的风，可杰？不要开玩笑，窗户锁着，你跟我说是风，该不会是羊癫疯？别塞了，我懒得中风啦！别闹了。不好意思哦，兄弟，我知道你们这么做是想把我吓走，不欢迎我，但是好像我没有被吓走，对不起。拍谁哦？靠呀，傻笑！重点是到底是干嘛？哎。我靠！哎，你们今天接二连三的呢？你们今天接二连三的呢？可惜他们接的今天接二连三的，我没有开玩笑。哎。还不是会被我冷啊，可姐，有没有看到一粒一粒的？我去，真的，我的生理反应起鸡皮疙瘩，我才刚开，你们直接塞楼了，他后面都坟墓了，那我的鱼馆坐在坟墓隔壁哦，这样比较热闹是啊？你以为在开夜店是啊？拍摄有了吗？哎呦！不要跑！不要跑了！不要了，哥姐，那个是爱婆不给我的伺候了，不要闹了。哎，那傻小，哎，有人在吗？他在关门呢。哎，五郎豹，不要开玩笑，好不好？看，里面有人呢！哥姐，我不要拍了，我超你呆。哥解不开，有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，五郎吗？
靠皮，他妈的又没人。灯不会亮哎，真的，哥姐，我已经到底大部分都在睡觉。哎呀，那边好像有人呢。哥姐，那边好像有人呢。谁？我操你！什么死枕头啊！靠背，没抓起的。我打嗝了，老师说有不好的东西要上身都会打嗝。哥就不要笑了，我现在恐怖了。哥就里面真的没有人欸，真的，我全部都看过，这门是锁的，这门是从这里全部都没人啊。真的，我已经到底没有人了。该不会是哆啦 A 梦？可惜，看我真不敢出去。不好意思哦，如果你有在这边的话，你不想我打扰你们的话，你出点声音好不好？哥姐，不要笑了，我就跟你讲，我很紧张，你们还笑，超灵呆，不要再笑好不好？不要笑啦，就跟你讲，在管我们，还一直笑人家。靠呀，哥姐，看会不会是那女的？会不会是那女的？看会不会是那女生？
大小啊！靠背啊！看他椅子大小，操回答哎、欸！可惜他不想让我出来呢，他把门挡在门口，他不让我出来呢，他以为这样子就可以挡住新竹吹风机呢。拍谁哦？下次你不要用这个木椅挡住，这样没有用，好不好？我还是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下次我建议你拿木板来钉，叫人家教啊。那个椅子原本不是在隔壁角落的吗？靠，他直接堵住我，然后不让我出来呢。堵了吗？人已经跑出去了，关门的，里面当然没有人。诺亚方舟，我跟你讲，诺亚方舟，我跟你讲，去南宫站呢。我进去看，已经到底，里面就真的没人。你要他要怎么跑进去？请问一下。你以为他忍者哈特利是啊？你，我隐形，你看不到我，我隐形，你看不到我 ，invisible， 对不对？你当他忍者哈特龟啊？不要开玩笑，还是哈利波特？这超伟大哥，而且他锁在门里面，他锁在那房间里面，房间的窗户是全部紧闭的，连衣橱、连床铺、连房间任何360度的死角，我全部拍摄，里面就是没有半个人。请问他是哈特利哈龟先生吗？诺亚方舟，超灵丹，你不跑去躲洪水，你跑来这边线上给我脸书给拉低塞，等一下水淹到你家，你就跑来不及跑。我跟你讲啊，那死诺亚方舟不去建造船了、啊，跑来上面给我嘴炮。可是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，拍谁哦？还追踪我2年呢，可是？方舟哥，该用。一直堵我们，不让我出来噻，方舟哥！锁门，方舟哥不去躲洪水，哎，我的直播间他们骗假怪感了，方舟哥！可是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情绪比较失控。哎，方舟哥的笨头怎么跑来这边不扫地？操你妈！还谁啊？哎，真的都锁住了呢！超伟大，你锁住了。还谁啊？五郎吗？搞妖啦！妈死方舟！他妈的，你锁住了、啊，怎么探？来得有人吗？快出来啦！方舟，出来啦！方舟，哎呦，赶快出来啦！你还在里面给我造船噻？在房间里面造船，房间那么小，你要造多大的船呐？可以躲掉洪水噻啦，对不对？石门水库泄个洪水把你冲不见，你还给我在里面造船，方舟，出来，塞班，奇怪嘞，哎，他有人在里面呢，
看推不开，放手，放手！操！回答放手不开门上，哎，靠药，可就这么拉的啦！我想说奇怪，怎么推不开？这用拉的啦，靠药。怎么听到一个声音呢？哦，那边就是二楼啊。可以，我们下上去二楼那边。东西啊！看我刚刚看到一个人影出去啊！胡老吗？看那有东西挂在那嘞！我是不是看错？刚才走过去呢，我看五郎吗？哥姐，你有看到一个白布从那边飘过去吗？有看到了，哥姐，他有看到刷爱心。你有看到一个白布从那边飘过去的，哥姐，有看到刷爱心。我讲真的，莫行呐。有了吗？可它可以飘出来。什么？你再出来试试看啊！那个折了嘞。哥姐，刚刚他是不是在这里？在哪里啊？在这边是不是？这边是，哎，这边呐、啊，这边呐、啊，哥姐，小鸡干就在那边，小鸡干就在这边。
小鸡刚就站这边，然后刚刚有一个白布从那边飘过来，然后消失在这边。他们会在这边吧？他怎么都白布？我操！到底是哪一件飘过去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隔天这么多白布，到底是哪一件飘过来？对不对？该不会是刚刚那个白布可见？该不会这边是霍格华兹？这边所有的白布都知道这边是仓库，全部过来要准备换洗。不会吧？这回哈利波特来这边噻？刚刚那个白布很明显就是往这边飘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搞了那么多白布，我都不知道是哪一件。哎，等等，我看那个名字，靠背，哥，你有看到吗？刚才上面有写人名呢，诺亚方舟。好了，不要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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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那个白布，大概那白布飘快就真的不见了。有人吗？哎，我操！我他妈死蜘蛛靠背啊！操你娘！他妈，原来我们那么近呢，而且我看手离他很近呢。我要锁住了。开门啦、啊！你再不给我开门，让我瘫个几天，我就快瘫完了。开门啦、啊！开门好不好？好的，你开门啦、有人在抢话，可是你有没有听到人家在讲话？有了吗？可是你看到听到人在讲话吗？我操林呆呀、啊！吃炒饭不早啦、啊！哥姐，这个旅馆还有炒饭可以吃哦。我操林呆，吃炒米啊！哎呦，高腰！
会惭愧。方舟，这是你的吗？啊，不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哦，答应说隔天说不要再提了，我还提，好，拍摄隔天是我犯贱呐，啊，欺负啊，你也难教啊，高腰，拍摄哦，你死吧，不完结，拍摄，对不起哦。我好好，隔天我来帮他好好的合唱一下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来家属打理与鞠躬。啊，隔天不要开玩笑了，好不好？有人在吗？一只在这块所在有两只呢，周哥，你怎么双头龙？哎，真的哎，靠腰。哎，鸟会死在这种地方，代表说，表姐，鸟为什么会死在这里？代表说它阴气非常重啊！真的啊，刚好他们家在这呢，他们家在这啊，这是他的家。好了，哥姐，准备上二楼了。哎，傻笑。有人吗？告别啊，可见的灯亮起来了。灯亮起来了，灯亮起来，可见我跟你讲，他活生生的在我面前亮起来了，我跟你发誓。有看五郎吗？可惜该不是那个白布吧？会不是那个白布啊？白布姐姐是该是你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这里有丑人，可惜这边有金童玉女，是不是？这边有金童玉女，是不是？这里有，哎，我操！哇！想吐，等一下，我被吓到了，真的。因为刚刚有哥姐说这边有金童玉女的人在做法，靠，哥姐真的假的啦？干，我真的靠，被我在看你们留言。干，我真的没声音了，我还有两天呢。哥姐，明天可以开撩拨吗？
搁浅那是真的在楼上啊。这一定是人啊，超伟大。我觉得有记忆，我还是游民之类的，我在猜啊。拍谁哦？你当我最搭噻？喉咙好痛啊，不能这样叫啊，但是他们真的被吓到了，不能这样叫啊，真的被吓到了。这样很危险呢，有人吗？你这样真的很危险，不要攻击我，给你200块好不好？500好不好？700好不好？拜托，最多了，我真的要加油。那我给你1000，你找我300好不好？你可以找钱吗？五郎吗？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啦！靠腰啊，吃马卡莎啦！这么激动的哦，哥，现在鸟可能有吃马卡哦。你看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吃马卡后的反应就这样子？线上的哥姐，有没有在吃？今晚吃马卡，让你老婆不会卡，知道吗？可见你说3楼哪里有吵人？可见你们说3楼哪里有吵人？靠背，我看到了。哎，真的有哎，靠，真的有哎。可见真的有哎。我要割切，到底是谁把这东西放这啊？好恶心哦！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我拍影片是要用我智慧的，给我人家抬着。而且这是有人做法啊，上面有写名字吗？
拍摄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、怕压平了，拍摄，拍摄。哥姐，要不要把那片面翻开看？因为前面我们没有看到东西，要的哥姐刷爱心，不要觉得不要碰到的哥姐刷赞。我讲真的，哥姐，因为有些人会把做法的名字贴到后面，你看他有真的，你看他真的有那边诅咒别人呢。要不要碰到？要碰到的哥姐刷爱心，不要碰到的哥姐刷赞。哥姐，你看这个金童玉女，她刚刚是脚都被累残了，怎么身上那么多泥巴啦？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捏捏捏捏泥巴，捏一个圆圆，捏一个方方，捏一个小朋友哈啦啦，捏捏捏捏。可是我上次，哥姐，我上次有遇到这种做法的，你知道我碰一下，就是我直接真的被卡到。我讲真的，有很多哥姐应该没有看到那一集。我上次碰一样碰做法的，我直接喷鼻血，连眼睛也流血，然后直接被卡到。然后那时候的感觉就像是半梦半醒，像喝醉那种感觉，就是你既是醒着又不是醒着，然后会一直想要想到负面情绪，会想到我爸的，因为我爸在我很小时候就走掉了，就会一直想到很多负面情绪，然后会一直想哭。但我是真的不敢碰啊。爱心比较多噻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这边是他们的柜台的地方吧，对不对？可以顺便到他们柜台的地方吧。拜神哦，如果今天有打扰到你的地方，这边跟你说声拜神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、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客气，我不会碰他，我绝对不会碰他了，好不好？我绝对不会碰他。我们假的，对不起哦，我没有碰你哦，哦，我没有碰到你哦，拍谁拍谁拍谁，拍谁哦，我没有碰到你，我没有碰到你，哎，没有哎，可惜没有，他没有写名字哎，他没写名字啊，刚才在煎蛋呢，不要开玩笑了，靠腰，我跟你不要乱。拍谁拍谁拍谁啦拍谁啦靠腰拍谁啊，你脸上已经很多泥巴了，我还想吃哎，没写名字哎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马上夹回去哦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拍谁啊，我没有碰到你，我没有碰到你，拍谁拍谁拍谁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哎，可见哪个是正面啊，哦，有这个真，有这个真的在正面，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了打扰了，哦哦，谢谢，我自跑了、啊、不是，对不起，拍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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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姐真的没有看到了，真的没有看到了。
面是哪里啊？要空拍噻。好，哥兄，我先把外面带完，再进来空拍。哦，这边是阳台了呢。哥姐，这边是阳台了呢。哦，今天的月亮啊，感谢今天月亮好圆啊。可是今天的月亮好圆啊。啊，每次探险我在里面隔间，但窒息感真的很重啊，很不舒服。带你们来，带你们来看风景，看月亮。你看，隔间，看这画质，啊，真的很舒服啊。每次带你们来看这种恐怖的气氛，真的是。可惜在里面压迫感真的很重啊，真的很不舒服。你看这月亮好舒服哦。我去。哦哟，我刚才是不是掐他不爽啦、啊他不爽啦、啊！我到底要不要进去啊？这个回去的路只有这里，难不成我要跳楼？这怎么有电啊？刚刚哥姐，我们该在一楼的测试那个灯的时候是没电的嘞。有了吗？你在夜店是啊？你在夜店是啊？靠腰，他变红灯了啦。哎，我到时候不要去夹他了。我想说，我想把后面翻给你们看，到底有没有名字没？哥姐会不会回去的时候，金童玉女不见消失？绝对会的，哥姐刷一星，绝对不会的，哥姐刷赞。他每次搞这招，不见了啦，哥姐，金童玉女不见了啦！哎，真的不见了呢！哥姐不要紧张了，看我还站得好好的。哥姐要空拍，刚有哥姐说要空拍是吧？
没空拍一下吧，看他会痛。我们来控拍一下，看他到底会不会动，要不要？觉得要不要他要？还在哦，无聊吗？你好，不要怪我乱开玩笑。可是鸟在叫嘞，哥琴，我刚刚感觉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到，我不知道，我坐在那边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感应，我一直听到有人在走路的声音。你有听到走路的声音吗？那我看真的都没人。然后我听完走路的声音，刚听完，然后鸟就进来叫了，不知道谁的鸟。鸟叫的同时，我跟你讲，我听到有人在我旁边这样吹气的声音，然后我就听到有砰什么东西打开的声音，我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我一开始还不知道什么东西，结果我看窗户，靠窗户被打开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双手在这里哦，
我不能拉线，不要开玩笑，我用脚拉，用夹子这样拉，是不是？我整个手术在这里。可惜他后面全部都是坟墓山，他后面走过去100公尺，全部都坟墓山。然后刚刚我听到一个女生的声音，女生的声音。小鸡你不行，靠背啊！你们谁都没流鼻血，错起来。拍谁啊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拍谁？那哦，向哥姐，沙小，哎，沙小。哎，靠腰啊，这太有灵性了吧！靠，哥姐真的被你们说中，傻小，哥姐我真的没有动啊，我真的没有动手脚、啊。拍谁哦？今天打扰到你了，拍谁？不好意思，马上离开。哥姐，我觉得要跟这边的女鬼合作一下，以后小鸡去探险的时候，她帮我做效果之外，她会帮我开灯呢，看她飞雪灯，她有多少灯给她开起来。好，拍谁哦？今天又打扰到你的地方，这边跟你说声抱歉哦，不好意思。哥姐，我觉得好兄弟都知道，小鸡很努力啊，会不会？他好像没有讨厌我呢，好像觉得我这个人有点粗迷也感尴尬，对不对？可惜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发生？拍谁？好，我出去再烧。可惜我烧金子可能有小波，因为不太能在直播间烧了。可惜你们追踪小鸡的赖官方赖，小鸡以后开播的话，我都会从官方赖通知你们。官方赖是小老鼠 CHICK888。哦，可惜那这个一定要加入哦，小鸡的。YouTube 频道以后小鸡都会转正到这边的晚安小鸡的官方频道，这个是 YouTube 的订阅，记得帮我这个订阅打开。好，你们到这个界面帮我打这个订阅打开，开启小铃铛，这个小铃铛一开呢，以后小鸡 YT 直播都会通知你们。